胡哥最近看到 PTT 好多网友在问卦，有没有以前美国影集帅气主角的八卦呀？告诉你有。嘿，这就要讲到当年那个只有无线三台，什么杜教授、大人哥、布拉布拉的都还没出现，全家大小周末一起黏在电视机前面看美剧的年代啦。呵，那时候根本就是这美剧三大男神的天下呀。像是《百战天龙》里的天才主角马盖先，他全身上下最可怕的武器不是当时草根妈妈买的瑞士小刀，而是他的那颗脑袋。Acid's running into the ground through that. Well, there's nothing we can do to stop it, is there? We might be able to whip up a band-aid with these chocolate bars. The acid will react with the sugar to form an elemental carbon and a thick gummy residue. It should be enough to clog up that rupture.呵，有智慧的男人就是一个字，帅啦！而且马盖先还曾经来台湾代言过书跑，最后一句台词依旧是帅。还有许多网友说，人生就是因为马盖先而改变的哟。不过饰演马盖先的理查迪恩安德森今年其实已经65岁，曾经帅气灵活的偶像马盖先也已经变成一位白发苍苍、身宽体胖的慈祥老爷爷。胡哥，我说这下你比较适合演马盖先的后榜腰的老皮了。再来这位曾经是美国电视史上片酬最高的巨星詹麦克文孙，当年他就是在《飞狼》影集里饰演那忧郁帅气的直升机驾驶霍克，从此一炮而红，晋升成为家喻户晓的美剧一哥。您看看这马肚般的汗草和脸蛋，让当年多少迷妹觉得霍克比马盖先还帅。但告诉你，这是生活里的霍克气势超逊。外传他除了爱赌博、跟酗酒和打女友之外，暗恋阿伟，还染上毒品。最后他也因为各种恶习导致破产，还一度流落街头。之后又因车祸与死神擦身而过，赔上了一条腿，结果现在惨变成这样子，满头白发，双眼无神，两颊凹陷，依旧在接受戒酒治疗的他，嗨，只能说是凄凄惨惨戚戚呀。当年的美剧一哥从此落魄，但他也说自己还活着已经很幸运了。霹雳车，尖端科技的结晶，是一部人性化的万能电脑车，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，刀枪不入，无所不能。最后这个配乐和台词，相信有不少人都印象深刻了。霹雳车火机的主人就是霹雳游侠的男主角大卫霍索夫饰演的李麦克，也可说是打击犯罪、泡妞劈腿、为了英勇帅气的最佳代言人。全世界更有超过80个国家的人看过他演的霹雳游侠呢。而且除了电视影集外，他的歌唱事业有段时间也可以算是飞黄腾达的等级。他甚至还曾跟一家冰淇淋店共同开发，推出了一种以他上半身为模样的冰棒给大家喊，吃冰棒吃冰棒。之后他还曾在不同电影中出现过，像是电影《铁男躲避球》中他就演一个德国躲避球队的教练，连2004年的海绵宝宝电影版他都以海滩游侠的模样客串演出过呢。好啦，那想必大家会问，所以李麦克现在到底变怎样了？各位观众，李麦克重出江湖啦。大卫前阵子在洛杉矶被目击，身穿黑色皮衣、深色牛仔裤和长筒靴，驾着霹雳车火箭和小贾斯汀共同入境。虽然面容难免有点岁月的痕迹，但根本数十年如一日嘛。在和同时间被拍到走散严重的马盖先比起来，李麦克大获全胜啊！不过现实中曾离过2次婚，育有2个女儿的他，近几年却和飞狼霍克一样爱酗酒。前几年他女儿为了逼他戒酒，甚至将他发酒疯的影片发布在网络上。不过2010年时，他又因为酗酒而被送进医院。前阵子他甚至把出生入死的火计泼上网卖掉，不由得让人怀疑，霹雳游侠你到底过得有多惨呀，贵了吧，呵呵，这些都是6、7年级生的男神呀，不能